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端午节前后，人们手握风筝的线，意味着送走所有的灾难，放飞春天的美好。谢娜和吴昕也来放风筝了。端午节的清晨是从祭五彩神开始的，中国人崇敬五色，以五色为吉祥色。在五月初五这一天祭上五彩神，寄托一家人的平安健康。端午当天，我们用划龙舟的方式来纪念伟大爱国诗人屈原，从此划龙舟成为端午最为隆重的活动。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快乐地度过端午节吧。接下来欢迎各位来到由 Vivo 冠名的快乐大本营，我们是快乐家族。今天我们从四海八荒请来了四位年轻人，他们在很多优秀的古装戏当中呢做出了非常精彩的表演，我们掌声欢迎他们四位。几位又有新的作品了，比如说即将要播出的这个《龙珠传奇》，还有这个《白蛇》，虽然都不在我台播出，但是也要为四位加油！耶！好，请四位来给大家打招呼。Hello， 大家好，我是任嘉伦，我在《天机之白蛇传说》里饰演的是子轩和许轩，谢谢。哦，许轩，对，我们叫的是许轩。好，那听起来很不一样，对吧？好，下面来俊杰。大家好，我是秦俊杰，我在《龙珠传奇》里边饰演的是康熙皇帝。好，下面是我们杨子。大家好，我是杨子，我在《龙珠传奇》里面扮演李易欢，然后我在《天机之白蛇传说》中扮演白蛇白夭夭。杨子好有意思，他说：“哎呀，好不容易吵出来，想穿一回时尚的衣服，又穿上古装了，而且时尚感都无法展示了吗？”哎，那穿这套古装来一点时尚的造型嘛！来，三二一，哎呀，哪一本杂志上有这个造型？好，下面我们的舒畅。大家好，我是舒畅。嗯，在《龙珠传奇》当中扮演雪倾城和舒婉欣。好，那这个今天我们因为端午佳节即将到了，这是一年一度的中华民族的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传统佳节，所以我们今天节目呢要跟大家一起来一个有趣的端午游园会。那今天呢我们四位来到现场，大家都知道他们在这个古装戏的世界里面可以说是各种的得心应手，今天呢我们就要通过一个演技考验来看看他们到底有哪一些古装的必杀技。加油，就祝大家好运了，加油。抽台词即兴剧场，演技大考验之即兴剧场，出演选手需在规定的场景内抽取三句台词即兴表演，其中一句台词为炸弹台词，需分开使用三次，一场反应力与演技的考验马上开始。好了，那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场景，要表演的三位分别是杨子、何老师、海涛，三位一人抽取一个台词，好不好？谢谢大家自发的掌声，我们不会辜负你们的，来吧。何老师抽出的第一句台词是饿了，第二句台词则是粽子，而炸弹台词竟然是要抱抱。好，我们商量一下，我们商量一下，来，好。管管你媳妇，你还好吗，杨子？究竟他们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爆笑表演呢？让我们掌声有请今年的选手出场。大家好，能不能稍微就直接进入到我们的比赛好吗？好，我都饿了，我饿了，快点比，比完我回去吃饭了。请问您是？我是我们这位选手的经纪人。好，您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玉面小蛟龙、名人 S 型、西施在线的杨子。
这一位是？大家好，我叫粽子。我的招数是特异功能。杨子，介绍一下你的。我的特异功能是。你的招数。我的招数是。我的招数是我非常的软，不是正经的软，我是邪精的软。好，话不多说，我们现在开始吧。第一轮，来，杨子给他表演一个。来，先来第一个。杨抱抱。哎呀，不好意思，我们这位选手虽然实力很强，但是有一个不好的习惯，他在比武之前每一次都先要求一个要抱抱。抱抱，好，来来来。哎呀，哇，何老师难为你了。不是，你也稍微配合一下。好，第一个金软，三二一，哇！各位朋友不要模仿，姐姐天生金软。好，第一轮赢得了热烈的掌声。好，接下来到我了，到我了，接下来到我的特异功能了，我可以随意控制任何一个人。何老师，走啊！挥一啊，跳！哎，哇！成绩了。好了，好，好，接下来我们杨子要展现他第二个。软度了，好不好？竟然要抱抱。我的这个抱是我可以把腿抬到脑袋后面。我是一张弓。哎呦我天哪！我的妈呀！行了，差不多行了。我的妈呀！好，各位马上来了，我的特异功能已经跃跃欲试了。刚才这边的朋友说他们完全不相信我有特异功能，当然不相信。我现在可以让两个人莫名其妙的拥抱在一起，不可能，绝不信。不好意思啊，求你们，我绝不信。那几个加哥，你们会莫名的拥抱在一起？不可能。好，泪都掉了。接下来第三轮了，第三轮我们家杨子将使出他的江湖上失传已久的绝学，你会看到他的腿不在地面，而在空中。小爸爸，好，来吧。后面帮你怎么帮？拖着点是吧？啊，顶着顶着。哎，杨子你要去哪里？行了行了行了，哎，你要去哪里？软。好，成功，成功，成功！我们不应该在后面顶你，因为这太滑了。我们就像个球，应该在前面顶，就像个球。好，别担心，马上我的特异功能要来第三轮了。又来了，各位亲爱的朋友，有没有觉得从你们的心底里？慢慢的燃烧出了一股力量。没有。哎，我请吃饭啊。来，各位亲爱的朋友，人浪见没见过？人浪啊，来了。各位亲爱的朋友，人浪走。啊，哇，哇，好，再来一个这边。哇，哇，哇，好，非常棒，非常。我是谁？粽子，来，我是谁？谢谢，太不容易了。哎，好了，谢谢，掌声，谢谢，谢谢大家，谢谢。我们看第二组要表演的就是宫斗，哦，精彩了。好，我们要派出的是压轴表演的。娜姐跟舒畅，加油！压轴出场的娜姐以及舒畅抽到的台词分别是：救命、甜蜜劲儿，以及炸弹台词“我不”。因剧情需要，特邀何老师扮演皇上。我不。哎，那谁？对谁？讨论得如此兴高采烈，首次合作的他们会碰撞出什么火花呢？演技大考验之宫斗。自打我入宫以来呀，就独得皇上恩宠。后宫佳丽三千，皇上就独宠我一人。这不，那位已经过气儿了的纳妃，成天就像坐在冷宫里一样。
据说呀，他已经有半年没有见过皇上了。妹妹呀，嗯，你看我这个皮肤啊，就有点过敏。哎，你怎么皮肤这么好呀？因为，姐姐啊，你是不是长期在用那个雪花育肤膏啊？对呀，就是你送给我的那个。你看一样的，为什么你弄得好看，我弄得不好看呀？嗯，其实还没到时候，等再过个三五日啊，你的皮肤必定会溃烂。为什么？因为我在那里边放了一点点小东西。我在冷宫里面，你都不放过我。我不。哎，姐姐，妹妹，哦，妹妹，你看我都傻了，妹妹啊，皇上呀，平常都叫你什么呀？皇上都叫我蜜饯儿。那皇上都叫你什么呀？啊，皇上都叫我，哎，那谁？哎，姐姐，你这样吧，哦，妹妹啊，哎呀，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活该我一直住冷宫。哎，妹妹呀，你可不可以帮个忙啊？皇上翻牌的时候，你把我那牌放到那个离皇上那近点，你累的时候。哎呀，说到这件事情啊，我真的是笑姐姐你啊，太天真了。怎么了？因为你的绿头牌在我这儿，你把它藏起来了。哼，我不。想当初我刚进宫的时候，你就使了计。害死了我的母亲啊！没有，我的弟弟，我没有。我逮着机会，我不一定要把你打入冷宫吗？害死你母亲的是那个树皇妃啊！啊，树妃在这儿呢。哦，对对对，子妃，子妃啊！皇上驾到、哎哎！姐姐，我这里好像被蚊子，有一只蚊子，你帮我把它去掉好不好？哪里有啊？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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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了吧？这里，嗯、这里，这里啊！救命啊，皇上！怎么了，我的甜蜜饯儿？什么事？我看看，我看看。啊，姐姐，不念我们多年的姐妹情分，就陷害我，说要把我毁容，我脸上抹了蓝，抹了毒药啊，皇上！冷静，冷静，朕一定会为你讨回公道。我不。把手拿下来，你哪位啊？我是那谁呀？那谁呀？我见过你吗？你不仅见过我，你这人演技也太好了吧？啊，还这么酷啊！你一定要为臣妾做主啊！皇上，我比他了解你，我请问你，皇上最喜欢看什么？皇上最喜欢看《快乐大本营》啊！你的台词是《资治通鉴》，我的台词是《快乐大本营》。皇上最喜欢看《资治通鉴》，错！皇上最喜欢看《快乐大本营》。我问你，皇上他属什么？皇上他属龙，错！皇上他属我。啊！那谁，半年没见，你脸怎么烂了？你看我的皮肤已经过敏了，都是他刚刚给我抹的。皇上救命啊！他皇上要给臣妾做主啊！哎呀，这个时候如果我有一个朋友有特异功能，能够让他们化干戈为玉帛，那就好了。皇上，我是东土大唐来的，我会特异功能，我可以让两位嫔妃迅速的变成好朋友。现在是好朋友，姐姐，最后还是叫做妹妹。好，来，辛苦两位，谢谢。哇，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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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进入我们端午游园会的下一个环节。为了庆祝快乐大本营20周年，我们推出一个全新的板块，叫做不好意思让一让。那今天呢，除了有我们的让让团之外，我们也特别请来了非常可爱的三位组成今天的不让团，掌声欢迎他们隆重登场。哇，我们的刘建华，我们的梁铁和我们的杨迪，还有，哎呀，大家好。
我们是不让团，我是团长杨迪，介绍一下我的两位团员刘谢华。我是第一次看到我们三位穿那个古装，哎，是的，他以为他穿成这个粉红色，他就是这种各位，他就是这种声音啊。各位朋友，你们好。你不是女装，不是，不是女生，不是你的吗？一点都不一样。这衣服，你看我们都是这种粉色系的。没有，可是我是粉红色，非常好看，很 man 的。你换一个方式。好。好，另外呢，还有我们的同事，也是我们台优秀的主持人，我们欢迎郎甜。大家好，大家好。好，问一下我们杨迪啊，今天的古装是他有史以来穿的最好的一次。我第一次就是在你身上找到那种清爽的感觉。那今天呢，我们五位女生，欣欣、梁田、舒畅、杨子和娜娜，为我们今天的七位男生准备了福利，但是我们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才能得到这些福利，所以呢，就进入到我们下面的这个非常可爱的环节，名字叫做女生的端午福利。女生的端午福利游戏规则：七位男生坐在滑轮板上，每轮派一位女生出题，每轮决定抢答的男生从起点出发，抢夺女生桌上的铃铛，并根据到达的顺序排队依次回答问题。答题时限由女生控制，答错或超过答题时限则失败，答对者得到出题女生送出的端午福利。那第一轮我们就是这个畅畅先来，做好准备，三，我屁股好快，二一，出发。老师，你想长在这个椅子上是不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可能是重心低。好，大家排好队啊！我后面排着队，好可爱。大华摔了一跤，都在海涛跟秦俊杰前面。秦同学，你觉得你跟何老师的差距在哪里呢？题目是任嘉伦，请在五秒钟之内用端午的端字组三个词语。端庄，一端五，一碗水端五。老师这么努力，畅畅不喜欢你，直接念五。还掉过了三秒和四秒。提醒您，我想和你唱一首开心歌。4月29日起，每周六晚10点，一叶子面膜，我想和你唱。快乐大本营，现在继续。欢迎回到 vivo 冠名的快乐大本营，我们是快乐家族。我的题目是任嘉伦，请在五秒钟之内用端午的端字组三个词语。端庄，一端五，一碗水端五。老师这么努力，畅畅不喜欢你，直接念五。还掉过了三秒和四秒。端字组三个词语，端字组三个词语，啊，端杯子，端铃，端水，什么什么五，什么把它拉下去，什么什么把它什么下去，还可以这样啊？我的意思就是不想听你说话，白跑了呢你。哎呦呦，他晚了，他不用了。自动退出这个。没来，对，开始。端来端去，端走。那要畅畅判定这个合不合格？是不合格，不合格。你就说你要谁吧，一次搞定，好不好？不合格。好，预备，开始。你的五官很端正，你的一碗水要端平，你端午节快乐。五，恭喜你。哇。后边三个呢白排队了。我跟你说，男生们注意了，一定要把这个回答的时候要把这个人加进去，明白，要有对象，带着情绪啊。你说端来端去端走，你是把谁端走呢？杨迪，对，我还有一个福利送给我心仪的男生，我的礼物就是送咸鸭蛋。为什么咸鸭蛋挎在脖子上？好漂亮啊，这个咸鸭蛋随时吃哈， yeah, 下饭随时下饭。我可以带一只给我的兄弟们吃吗？可以的，都送给你了。好，哎，他还可以参与后面的角逐。
你这样对得起舒畅吗？你的良心不会痛吗？我的良心会痛，但是我还是要抢别人的身体，痛着抢。谢谢谢谢舒畅，下面一个是谁？听上去是他不好意思，送给。哎，蛋掉了。欣欣，你把裙子撩起来，往前面。哎呀，你下了个蛋呢！下蛋了，下蛋了，下蛋了，下蛋了。现在是我，有没有人对我感兴趣？啊，你有。我自己喊一二三，然后你们出发。一二三，出发！大家不要抢得太明显，不要抢得太明显。我来了。我不仅没进，还往后退了两步。你放心，我也不想争取你。在后边。啊，你们都是弃权的是吗？哎，走的是什么意思呀？他走近了，看清楚了，然后那你刚才站出来是为什么？他说不是因为他，你为什么走了？他说你们先玩。那你刚才为什么要冲出来呀？这是一种战术，引别人上前去，我自己回来。你拿我在这练手呢是吗？哎，嘉伦，你没想到没出发的都在你前面。我想问一下，那个欣欣，你好不好奇有一个人用龟的速度在慢慢的往前蹭？哎，这条路不好走啊。你放心，也轮不到你那儿啊。我的问题是，是你有问题。在5秒钟之内摆出5个美少女的姿势，五个美少女的姿势。一二三，计时开始。嘉哥体力不够。二三四五。嗯，我觉得这个 pose 有一点幼稚，我想看看下一个。何老师，你还不离开吗？谢谢啊，你总不要我了，总共就三个，你要稳住啊！何老师，你摆好吧，因为我不想看见海涛摆五个那个 pose。我来是怕没人争取你。我懂，我懂，我懂。既然来了，就别想走。但是哥哥真的做不到吧？我尽力好不好？好，开始，一、二、三、四、五。海涛，轮来轮去又轮到你了。知道我是为什么来的吗？我听说你会下蛋。就剩你了，这么多年朋友了，给点面子。这么多年朋友了，就知道我会怎么做呀？我弃权。你为啥要把何老师淘汰了呀？他没淘汰我，是我自己无颜面对。我做完我就默默地退下了。你要不要再喊个人回来？那个宪华，宪华好像还可以。宪华，我觉得你刚才表现得特别好，我的福利超棒的。对他有福利。我不要了。欣欣，欣欣，这样吧，欣欣，你先拿出来看一下。欣欣，我想听听你的福利。大家都知道娜姐送了我一个超大的熊，对不对？对。那个是有2米长，是我今天把它扛到了现场，大家可以跟我的熊合影。合影？哇哇！大家可以跟我的熊合影。然后福利只是合影是吗？合影，并不是我可以拿走。因为这个是娜姐送我的礼物，我再送给别人不太好呀。对呀，因为你是公园的那种项目是吧？就是合个影。其实我挺想的呀，我可以吗？可以，何老师你人太好了，要我怎么收场呀？我也要合一个影。我们快来合一个。我不好意思不来了，来了，好喜欢啊。等一下，好勉强啊。现在看起来像一个公益项目了。祝大家端午节快乐。好，下一位。哎，到两条了。好，来，三二一，开始。这个游戏好积极。刘宪华，何老师，你干什么？何老师，又是第一。俊前部都出动了。哎，看那两位，你们是不是误会了这个游戏在玩什么呀？哎，不好意思，那个，等一下。哎呦，哎。来，停！来，我的问题是，5秒钟之内说出5个讨女生喜欢的妙招，开始。一，真诚。二，大方。三，为他。四，五。你准备好了吗？你准备好了吗？我准备好了。你真的吗 ？Yes。好。开始。眼睛真的好漂亮啊！你的嘴唇那么
漂亮啊。对啊，你的眼睛好大，大到爆了啊。不不不，没有没有，你的牙齿好白好白，没有黄的啊。你的你没有胡子啊，好漂亮。哎呦，第一次听说讨女生喜欢的方式是夸她没有胡子，第一次听说夸女生是没有胡子。哎，你这里啊，你的肩膀那个支这叫什么？这个叫什么？翅膀。哎，你的支到哪里去了？我的翅膀在背后冒着。我的翅膀在背后冒着。海涛维嘉回来吧，你干啥呢？你俩不 PK 了，我太会讨女生，这还不简单吗？买包，谢谢大家。这个更好，清空购物车五次。我们梁田才不是这么肤浅的女孩，才不是那么肤浅的女孩。鼓掌。但是我还是比较省流行的。杨子，我好同情你。啊、刚才秦俊杰问我什么叫清空购物车，就是超市那个购物车啊，不要买了，放回去。回头让他清一次看看。来吧，田儿。经过 PK 之后，我还是会选择刘宪华。祝贺刘宪华。耶、yeah ！你的福利是什么？我要。没有福利啊，准备了吗？我忘了，我的福利应该选一个就是轻盈一点的人啊，因为我的福利是抱着男嘉宾转三圈。那没事，大华很轻的，那刘宪华很轻，那你就抱。我试一下，我试一下。你手要用力啊，大华！三二一，走！哇！三二一，走！哇！哇！厉害！可以！够了，真的很辛苦了。已经很厉害了，哎呦，谢谢梁田，下一位是娜娜。哇，接下来就听我的了，大家要抓紧这次难得的机会。预备，开始。大家都是走啊，都是快啊。我这个鞋走不快。好了，前面有人了。伦嘉伦，五秒钟，说出五个我的优点。人美个高，身材好，有智慧，有才。错，太难了，这个题太难了。我没有智慧。姐，要不换个题吧，太难了。你们都给我回来！你们回来！你们出来了都不能再回去了。你换个题。我没过题。来，等一下。我没过。你先别走。换题。要求换题。我们要换题。换题。太多了。换题。你先。改成缺点。60个。你再决定你走不走。给我回来。来了。哪有这种的？嘉哥。海涛，我刚才怎么配合你的？哎，你是不是你？你要我说点什么？被吓的。杨迪，你我知道。你疯了吗？你我懂了、我懂了。大华，哎，威胁，赤裸裸的威胁，大家都知道。这个题有答案吗？任嘉伦说完了，任嘉伦你让一下，人家都来了，你让一下。走了的让回来，在那的又让走。你让一下。我再也不回来了。你待定。我就是被舍弃的男人。说，你的优点是有求必应。你淘汰了，走开。对头，你过来。五个优点简直就不够说呀！你看，第一个优点，你的耳环好看；第二个优点，你的口红红；第三个优点，你的小花白；第四个优点，你的头发长；第五个优点，这个铃铛亮。你没有一点说到我身上的。都说的是服装，你喜欢服装吗？你们就淘汰了。谢主伦。小秦同学，我非常看好你啊。不要思考。人好。开朗。啊。活泼。你懂什么呀？懂。活泼。世界第二美。第一是谁？啊。你被淘汰了。竟然说我是世界第二美，
在我这儿世界第一美。第一个优点，好吧。来，戴弟，戴弟，哎，戴弟这边，我在旁边待着。来，五秒钟，一二三。嘴巴很大，嘴巴很大，嘴巴很大。No， 就是会说很多，很说好，说得好。这个环境要说谎，这个环境要说谎。说谎吗？然后，然后你没老。就是我为什么要老？他本来就不该老，这个岁数啊，因为你被 fire 了。你说到一个境遇老，这位朋友，这边来，直接上网百科，输入一个词，三个字，褒义词，点搜索，下面所有的都属于你。哇。我们还别待定了，我们淘汰了吧。你们两个在这儿干什么？我们待定的呀。我不懂啊。我们待定，我们是待定的呀。哎，在我来了之后，你们的待定资格被取消了。这样，你们留下吧，看一看，好吧？不留下我也可以看的。我有个建议。对，我选了何老师。不是，我是听了所有人说的。嗯。我是总结了大家的一下，但任嘉伦第一个冲上来，又第一个说他应该没准备好，我觉得应该再给嘉伦一个机会。你想不想要这个机会？这个时候你还敢支支吾吾，都这么久了还画不出一句好的。来，去吧，我淘汰了，我申请淘汰。从刚刚我的答案里我总结出来一点，我必须要说出来。你要好好说，你要好好说。我就说这一点绝对说到你满意。没智慧，没智慧，没智慧。哇，你说出了一个这么多年的秘密。不是，刚刚我说完五点之后你说我就是没智慧。小伙儿啥脑回路啊？我可以自黑，但你不能黑我。哦，是这么回事儿啊？请往回走，过来。上个大本营吓成这样。过来。最后我的选择是嘉伦。嗯，谢谢娜姐。嗯，我选你的原因是因为你太实诚，以后女生说什么，不要以为她真的是想什么。好，今天这事儿过了就过了，以后咱就忘。好，我的福利是，你知道我有9000多万粉丝，我准备在微博上夸你一条，真的，你夸他没智慧好了，大姐，不会夸我没智慧，这些粉丝都知道我没智慧。好，杨子，杨子来，我们怎么好意思去抢呀？对呀，该让的都让了，谢谢。那就没关系。明白明白，来吧，准备好，三二一，冲啊！加油情人节，加油情人节。我们先去帮你，你想要到杨子面前必须要通过我们这一关，是吧？我们都是杨家的。哎呦，哇哇哇，哎，畅姐畅姐，啊，该给我了。那我们在后面吧，捡个漏。对，我的问题是，你要在5秒钟之内做出5个鬼脸。五个鬼脸，这不就是我的项目吗？他没有开始。要不我先抢答。你教我就。早知道我就过来了嘛，这个题啊。那我换一个吧，我情话吧，情话吧，情话吧。哇。一句都说不出来。我帮你清空购物车，我刚学会了。哦，浪漫。还差4句。四。带你去旅游，你累了我。三。陪你一起旷工。旷工。二。你瘦了。好棒。好棒。2.5。你又漂亮了。又漂亮。那你觉得全世界最美的人是谁？好棒！大姐，大姐，快！哎呀，说了你第二了，你还去？就大姐，冷宫里跑出了一个妃子。我过了。耶！抱一个，亲一个，亲一个。什么福利啊？福利就是喂你吃粽子。喂我吃粽子。这个粽子有点高端，漂亮啊！这个粽子，我都没有吃过这种粽子，糯米的呢。糯粽子，我也想吃。来，我们让他吧，我们让他吧，我们让他吧。
有的人男孩女孩就是互相喂，有的女孩在旁边捡着站在旁边吃。好的，马上进入到我们下一个环节，提醒您快乐大本营现在继续。欢迎回到 vivo 冠名的快乐大本营，我们是快乐家族。花溜溜拯救粽子，游戏规则，每轮比赛由男女搭档共同完成。比赛开始后，由起点处的队员横穿滑溜溜垫到终点处，抓住对应队友身上的麻绳，反向跑回起点。终点处的队友身上麻绳被扯完，即可冲上滑滑垫，开始抢夺悬挂粽子。首轮比赛为男生扯麻绳，女生抢夺粽子。究竟端午大礼花落谁家？即刻为你揭晓。好，来，男生准备上场。这个滑很滑，对吗？对。何老师，我不怕。因为我是刘宪华。好，来，预备，开始。非常滑，非常滑。好，我是刘宪华。非常滑。好，好，对，杨迪，你们两个不要互相干扰。好，好，对，俊杰加油。哎，好，舒畅快了，舒畅快了。走，俊杰往前走。俊杰往前走，往前走。杨迪快！啊，杨迪好厉害啊！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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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昕进场了。吴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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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厉害！好厉害！星星加油！舒畅站起来！星星站起来！星星站起来！星星你可以的！好，男生往后退，男生往后退，抓住他。对，好，星星可以，好，星星可以，星星你可以的，星星你可以的。杨子也加入战场了，杨子也加入战场了。丁星加油，自己抢不到也不要让他们。杨子也加入战场了，梁田慢点，梁田自己抢不到也不要让他们。梁田快进，让他们。梁田快进，梁田快冲，快，星星需要你。梁田不要管那个绳了，你赶紧赶紧抓住他们，快，梁田，梁田，快，梁田，快上去扑倒他们。男生往后退，男生往后退，抓住他们，快，梁田，梁田。给自己一个冲力。好，杨子，杨子跳起来，一跃而起，杨子一跃而起，起，梁天，梁天，站，抓，梁天，梁天，站，抓，抓，梁天个子太高了，啥样的？梁天，梁天跟巨人一样，梁天你根本女巨人，梁天你根本就没有跳啊，女巨人，梁天你根本就。好，下一组将换成男生和女生交换位置，女生来拽绳，男生来摘粽子。第二轮比赛，男女生交换位置，由女生扯麻绳，男生抢夺粽子。首轮结束后，粉队暂时落后，究竟他们能不能扳回一局，让我们去现场看看吧。来，准备，预备，开始。只有你在直立行走，兄弟。他保持那个平衡是对的。来，吴昕往回走，转身快走。走走走走走，对，欣姐可以。大萝卜，大萝卜。
好厉害这方面。你声好厉害这方面。你看他们。任嘉伦，任嘉伦进场了，好。刘宪华也上场了，杨子还在瞪，好。秦俊杰完成了，哎，也完成了，虽然我不是你这边，我爸爸你这个来走，走，哎呀，终于，杨迪，你的机会，杨迪，杨迪，你的机会来了，现在你的队友钳制住了两个对手，杨迪扑上去，好，杨迪现在扑入了秦俊杰的怀中。现在刘宪华再用脚给杨迪做支撑，现在杨迪撑着刘宪华的脚站了起来，无奈个子太矮。好，现在好，杨迪又进了，杨迪，哎呀，男生的决胜，杨迪三二一走，哎呀，差一点。刘宪华再起来，刘宪华好呀，刘宪华，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耶，祝贺让让团，刘宪华脚步滑，刘宪华脚步滑，刘宪华脚步滑，你看他是不是带吸盘啊？脚好，好，来祝贺不让团2-0获胜。那么祝贺，因为2-0获胜之后，我们不让团在接下来的不好意思让一让当中就获得了首秀权，祝贺。接下来进入我们的不好意思让一让。大家好，大家好，耶！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快乐大本营20周年全新环节，不好意思让一让，我们是不让团，耶！大门打开，有有有，不让团，欢迎娜姐、维嘉、吴昕。不让团，出我们的让让团的成员，欢迎任嘉伦、杨子、舒畅、秦俊杰，还有我们的何老师和海涛。不好意思，让一让，不让团，让一让，太吓人了。你怎么了？我今天来到让让团，我好开心。首先我要说明一下，在这里，我们就是不让团呀！你们赶紧给我走出去！如果说走出去，你走出去，你穿的都不像这个时代的。这个时代要穿成这样子呀，不好意思让一让，你给我走出去。哇，掌声送给两位老艺术家。你怎么说不知道你刚才在
唱什么，我根本完全都听不懂。听不懂，我们不让团在这里呀、啊。今天冠军就是我们。说实话，我其实还想跟你继续唱下去，但是这种交流方式太缓慢了。现在我们大家看到我们站在同样一个舞台上，但是等一下呢，这个舞台会一分二二，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一起看短片。不好意思，让一让。比赛规则：比赛一共分为三轮，本轮表演结束后，由现场的100名观众进行实时投票，将会根据观众支持率移动到相应位置，改变房间格局。而输的队伍也会被惩罚，挤压到海绵池中。每轮得票较低的队伍先进行表演。第一、二轮比赛都是为了争取更大的表演空间。最后一轮决胜局，房间格局大的队伍赢得胜利。接下来就是精彩的表演时间啦！好，现在。规则了解了啊，因为今天我们是端午游园会，所以呢，我们今天不好意思让一让的主题呢，每一个节目都要跟端午节有关系。好，那么根据刚才的比赛结果呢，首先要出演的呢就是我们不让团了。你们推出的第一个节目是什么样的阵容？我们第一个节目这样，献华好不好？可以，我可以，我可以。基本上全相信我，献华、梁泉和吴昕。哇，好，他们是怎么组的？是组的。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个节目呢？我俩特别上道，咋的呢？吴昕在这个环节没有洋气过。我们是，我不是在这个环节，是只要跟你一组，我就不可能洋气。一起来吧，朋友们，我们首先欢迎我们不让团的第一个秀，各位观众，交给你们来评审。建华，你说完全没有听过这首歌？啊，对，我昨天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然后我想抱歉，我刚刚唱的好难听。不会啊，没有，不容易、啊。不会啊 ，Henry 一开始那个音乐起来，我们以为会是一个劲舞，结果没有想到后来会变成大家熟悉的那首，我们都好惊喜。我下次会练完以后，我再唱一次给你们。哎，你要不要清唱两句？因为刚才那个音乐你可能听不太清楚。要清唱吗？清唱，对。清唱来来来，好不好 ？OK。哥哥面前一条欢我的歌，妹妹对面唱着一支甜甜的歌，哥哥心中的气层层的波，妹妹何时让我渡过那一滴河。好 R&B 了，那一滴河，对，你呀滴河，你呀滴河，对。
好，谢谢大华，谢谢梁田，谢谢吴昕带来精彩表演，谢谢。好，以上是我们不让团的表演，接下来轮到我们让让团了。哇，超神奇的呀，这个。那次是你不经意的离开，成为我这许久不变的悲哀。于是打磨了繁华，无法再开怀。于是我守着寂寞，不能回来。哇，又上去了。这个这个时候为什么没有助演嘉宾先挡一挡？哎，那个，哎，小天，你没给他完全解开啊！快快上去一个人，旧的一部分。好 ，OK， 好，走。太精彩了，哇，简直了，甘愿认输。好的吗？什么？好逗啊，这个。他都不用干嘛。啊！什么肉？五花肉、苹果、红枣肉、红枣肉粽、红枣。要包粽子吧，那是红枣，这是肉，这是大米。哦，那你懂了。什么呀？这是红枣，那个是肉，然后大米，所以要包粽子。啊！哦，粽叶来了，他们在包粽子啊。乱套了，好热闹啊，人好多啊，包粽子啦。像成功的，包了一个粽子，哎，红枣肉粽，小龙女，小龙女包粽子，在端午节包粽子。我开始以为，你知道吗？他们端盘子上来的时候，我以为是哦，现场表演洗脚吗？是洗脚的吗？后来才发现是洗大米哈。好，来，我们谢谢我们三位，任嘉伦、海涛和我们秦俊杰。我想问一下俊杰，如果让你自己选的话，你愿意选哪个角色？我选肉肉。海涛，哎，怎么样，享受吗？你这个表演要个几成熟的。好，谢谢。来，我们请所有的朋友上台来。好，欢迎大家来到由快乐大饼和最优 APP 为您联合推出的我们快乐大饼20周年的特别企划。不好意思，让一让，看搞笑视频就上最优 APP。 那刚才是我们第一轮的比拼，现在要交给我们现场100位的观众朋友，在你们手上有一个投票器，如果喜欢刚才我们宪华、梁田和吴昕表演的过河的话，按红键；如果喜欢任嘉伦、秦俊杰和海涛演的包粽子的话，按蓝键。交给你们了，各位请选择。红色，蓝色对不起，来，舞台移动。
哥，我们要走了。救我，小龙女！哎呀，投了我们的观众，谢谢你，特别是那三位好朋友。好了，好，第二轮，第二轮，第二轮，先把舞台回到我们刚才的比例。那接下来，因为你们输了，所以你们要先来。我想问一下，不让团团长杨迪，你们接下来派谁呀？那我就和娜姐出战了，好不好？我和娜姐，好不好？拼了！哈哈！哇！先看看你们的表演。你们既然派出这么强的阵容，我们就派出我们绝美的姐妹花，我们舒畅和杨紫来应战。好，来，我们首先有请杨迪和娜娜。提醒你，现在继续。来，朋友们，掌声鼓励他们带来精彩的表演。大家好，端午节快乐！大家一看我是谁？卖酒的，卖酒的，我是许仙。够了，不要接话。往你脑袋上面自己揭开摇酒。我要吃烧饼。不是废话环节。大家都知道我和我娘子的感情非常深。你不可能有娘子。我是许仙，大家都知道我娘子白素贞，但是这么多年的感情，我从来没想到求过婚。你看我今天娘子不在，我准备一个钻戒。哪里呢？因为今天是端午佳节，我要把这个钻戒作为惊喜给娘子。娘子，我听到你笑了，等一下。而且我特别准备了一坛美酒，冰镇雄黄酒。我会把这个钻戒放在这个冰镇雄黄酒的底部，娘子只要喝完这坛冰镇雄黄酒，她会马上发现这个钻戒的惊喜。怎么样，期不期待？期待。我求婚的时候还会打着我和娘子这把定情之伞，这把伞是我娘子在西湖上面相遇的时候用的那把伞，特别宝贵。伞在人在，人亡了伞也得在。这把伞，蟑螂。哎呦，怎么会有蟑螂来家里啊？莫名其妙，真的。人亡了伞也得在。没事没事，伞不是很重要，伞不是很重要。那个娘子怎么还不回来？哎呀，哎呀，我回来了，回来了。哎，娘子是不是很热？真的很热。来来来，这坛冰镇雄黄酒，娘子你把它喝下去。来来来，娘子怎么了？你先把这个放一放。为什么？我跟你说，外面发生很多有趣的事情啊。我刚才在那个广场上看好多大爷大妈跳那个广场舞。真的吗？又有了一些新的招数呀。又有舞步了，什么样的？所以我在那边学了一下，热死我了。你现在应该 PK 不过我了。不会，我经常和娘子在家里面尬舞。音乐有吗？哎呀。舞步还真是有点不错。好了，娘子，行了行了，来来来。哎呀，好热！一看你就跳热了，把这坛冰镇雄黄。下腰。娘子，这坛冰镇雄黄酒，你把它喝了，你喝了有惊喜。来。娘子，变身蛇，变身娘子，你等一下，不是，先把它放一下，还有重要的事情呢。什么事儿嘛？我们现在要去隔壁家小荷花家面。小荷花，给他那个道歉。为什么呀？我们和小荷花有什么矛盾吗？他昨天到家里来，你得罪他了。昨天他来我们家，我就是唱歌呀，怎么可能得罪他？你唱的什么歌？神仙歌。你唱一唱。我神仙，神仙好。那接下来还有呢？接下来就是哎呀爱自由，哎呀爱自由，怎么了？哎呀，小荷花听完他就跑了，气死了。不是不是，我去道歉。爸爸娘子，这，明天去，这么晚了，明天去好不好？你只要把这坛冰镇雄黄酒喝了，消消气。来来，你放一下，我们必须要去道歉。哎呀，外面怎么下雨了？对呀，下雨了，别去。我们把我们最珍贵的伞拿着。不，娘子是这样的。语句是不是需要准备语句？就是我们的定情之物。你等我一下，我去准备语句。就是伞在人在，伞亡。人亡，娘子走，出发吧，来走，出发吧，来走。这是什么？哎呀，不是，
之前打伞的时候双手没办法释放，你不是很喜欢跳舞吗？我就准备了这个最流行的语句。不行，我们相遇的时候，我们在西湖相遇的时候，我们打的是那个伞，非常诗情画意，怎么能打这个呢？如果我们当时是打了这个伞，我们相遇的情况应该是这样的。怎样？哎，这西湖好美呀！哎呀，怎么下雨了？我又没有带伞。小青，小青，那边有个少女。好大的雨啊！好大的雨。你是谁？你好，娘子，我是许官人。许官人，你一定很帅吧？你转过头看看我。美女，美女，我有脸，我脸在这儿，我脸在这儿。他这个，这是伞，这是脸。哎，娘子，对不起，对不起。你走开，这是你给我走开。这个确实不太好，不太好。找伞。你喝了这个冰镇，娘子，这个伞你别，哎呀，这个伞就是，哎呀，我过两天修。娘子，不是你别哭，你喝这个冰。你不是说过吗？伞在人在，伞没了还有冰镇雄黄酒。你烦死我了，是不是我喝了，你就不会再烦我了？是的，你喝，你不要犹豫，你喝，来来来，一起来。白素贞走一个，白素贞走一个，白素贞走一个，冰镇的雄黄酒，白素贞走一个。我喝了，来，不要再烦我了。来，娘子喝了，有惊喜，喝完有惊喜，他可以发现那个钻戒。我跟你讲，娘子，怎么样？看到没？感觉到没有？这里怎么还有一个戒指呢？娘子，舌头怎么了？舌头，哎呀，娘子，我先出去一下，我待会儿再回来。娘子去哪儿？哎呀，你先帮我的宠物照顾一下。娘子什么时候养了这个宠物啊？这个，哎呀，咬人！哎呀，我怎么醒过来了？娘子，不会啊，我喝了一坛酒啊。难道我喝到假酒了？假酒！哎呀，娘子，都是我的错。算了，没事。哎、还好买了假酒。好了，戴伟杰，我们开开心心的吧。我们跳个舞好不好？那跳个舞吧，来。哎呀，爱自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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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做神仙好，自由自在乐逍遥。哎呀爱自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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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爱自由。哎，那个小荷花，小荷花来。是你们自己编的吗？对，没错的。哇，这个节目我觉得好好笑，真的吗？这个，但是这个节目前面的对话太多了。我们是什么样的观众？我们是那种拿命来支持你的观众。你问了我们说知不知道我是谁，我们能不理你吗？而且你又没事先跟我们对好是什么答案，我们一看到就觉得像是卖肉的嘛，啊，卖酒的嘛。算了，你喝了这坛。真是雄黄酒。好，那非常精彩的表演，谢谢娜娜，谢谢杨迪。还好我们有舒畅和杨子两位，加油！就位。啊，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端午节嘞！姐姐，我在你的脸上抹点雄黄吧，为什么又是雄黄呀？哎，可是你不是怕雄黄酒吗？我又不是白素贞，我为什么要怕呀？那你要把我画得漂亮一点哦。你放心吧。1、2、3。啊？怎么了？你在干什么？哎呀！你给我站住！小猴子，小猴子，人呢？啊，一定躲在这个屏风后边。等一下，我的腿！
小猴子，一定躲在这个屏风后边。等一下，我的腿。等会儿呢？抓紧，能不能快点？快点！我好了。哎，一定躲在这个屏风的后边。我睡着了，你别来追我，我睡着了。小猴子总算抓到你了，不要抓你，给我出来，出来，啊，我的腿没了，居然是一条假腿，你这个臭猴子，出来，小猴子，你得跳进来，你得跳进来，哦，对对对，哦，对对对，你给我站住，哎，又找不着了，他去哪儿了？跳出去，跳出去！哎，哎，他去哪儿了呢？哎，跳回来！哎，嗯，不对不对，不行，人呢？人在哪里？啊！你在哪里？给我站住！哪里呢？你在哪里？给我站住！哎，哎，这有点意思，这个好，这个好。石头剪刀布。我了，我今天一定要抓住这只猴子。哎呀，在哪儿呢？死了！啊！你给我站住！太牛了！你给我站住！不要再追我了！如果你再追我的话，我就跳井自尽。我不信你刚刚这口井里跳。可以的，我不信，我跳了。啊！喂，你不能不下去，你回来呀，小猴子。嗯，终于让我抓到你了。啊！哎，这次你跑不掉了吧？追不到我。你这个臭猴子！哎。Oh no！好可爱，好可爱，这不是我们的水平。你们的表演，你们的表演堪称强大，内心宇宙的强悍。他们俩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就像没发生过一样。对对对，他们不是会剪辑的吗？你们是怎么知道？我跟你说，剪辑的应该就是只留你们中间商量吧。哎，等一下，我们两个把这搬过来。哎，稍等，你就哦，我原来不是说有句话就是潜台词吗？对，今天终于听到了，听到，我们听到了他们内心的声音。好累啊，人家都有道具跟群演，只有我们两个连道具都自己扛，我们就是道具动作好多啊。好的，谢谢，来掌声给他们。刚才我们又欣赏到了两个精彩的表演，接下来交给我们现场的100位评审来投票了。如果喜欢刚才杨子和舒畅的表演的话，按蓝键；如果喜欢娜娜和杨迪的表演的话，按红键啊。好，不要搞错，来红键和蓝键，各位请选择。大家投我们的票，一人送一瓶冰镇雄黄酒。哎呀，爱自由！哎呀，爱自由！哎呀，爱自由！选我，选我，选我！今天一定要抓住这只猴子！哎，请揭示。选我，选我！好，来，好，来来来，拜拜 ，Henry 救我，不要留恋，走吧，爱呀爱自由，爱呀爱自由，爱呀爱，好吧，来吧，好，舞台恢复到40%对60%。好，下一个表演也是最后一轮。最后一轮呢，我们由这个刚才落败的队伍来先抽低配卡和高配卡，然后呢，我们是同一首歌一起表演，抽到高配卡和低配卡的，在
服装、化妆、道具、布景、伴舞这方面全部会有天差地别的对待，所以呢就高配就很豪华，高配就是高大上，低配很简陋。好，我们把这个配置卡拿上来，我们商量一下吧，我们谁来抽？我们俊杰来抽，好吧？我来啊，我算了，你来，你运气比我好。我们抽银色的这个，同时吗？那我们就选金色，高配，高配，高配，我们是低的，好手，好手，好手，好，我们去准备一下，待会儿带来最后一轮的直接 PK。宣纸上奏笔至此歌一般安，有似深渊是你托，你微微似色，而你嫣然的一笑如含苞待放，你的美一缕飘散，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炊烟袅袅升起，隔江千万里，如传世的情字，字字古字美丽，你眼带笑意。白马王子，什么舌头好吃？舌头好吃，多甜蜜，给我一碗底，你我送机。我好事却提起着你，你一下在腰上地揭你的秘密，只是你又不喜欢这里的地的地把脚入走入梦幻人风雨，而我路过那张海笑成人了你，在泼墨山水画里，你从我身我们这边看不到，你们那边好像一直在有一些声音，是你们为什么要穿着像他们俩快餐爷爷快餐爷爷，我竟无言以对，快餐爷，我没有想到我们见面之后是他们看不清我们还没说这一身面粉咋回事呢哇，你们俩很厉害，因为导演刚才突然过来跟我们说，我们俩马上上台，突然跟我说，佳佳和宪华可能一句都唱不出来，如果他们一句唱不出来，你们就帮他们唱两句。对，结果完全他们唱得很好，唱得很好。宪华一直在唱，是吗？需要尽量尽。我本来以为宪华可能忘记歌词一段，有一句叫出来是真正的那根针扎到我屁股上，真的很尖哦，真正有根针，真的吗？这样扎到我这里后痛。哦，对不起，要处理一下伤口。你们先聊一下。好，谢谢两位，谢谢。耶，没丢脸吧？好精彩，耶、yeah ，非常精彩的节目。好，谢谢。那接下来交给我们现场的100位的观众了，刚才是我们的。最后一轮的表演，那如果喜欢我们宪华和佳佳的表演按红色，喜欢任嘉伦和我的表演的话按蓝色，各位决定最后输赢的时候，赢的队
不但将选出一位获得我们快乐大本营20周年的纪念胸针，还将每人获得一份端午节的粽子大礼包。来，各位请选择。耶，我们红色，红色，红色。泼墨山水画里，你走过谁？红色，红色。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炊烟袅袅升起，隔江千万里。好，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结果。红色，红色，请揭示。红队啊，蓝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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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没有的。我好不容易拉回来一点分儿。帅了不起啊，帅了不起啊，了不起，我们有难度啊。哎，我们生气了，我们两兄弟已经没了。好，来，我们来了，来了，来了，赢喽，走了，我自己下去了，我自己下去了。好朋友再见，好朋友再见。哎呀，爽吗？哎，你们挺舒服的。很爽，我们不出来了。你们在拍写真吗？我们在坑里待着了。好，我们上。有变小了，变小了。快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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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我怎么觉得你们在下面更舒服？好难过，杨迪。哎，没事。哎呀，你不是说在哪队哪队输？哦，是的，就是。哎，是哦。我们不让拍。杨迪带哪队哪队输？哎，杨迪只保证自己的节目赢。我怪不得好，没有人来当团长嘞。自己节目赢。好，首先呢，我们今天让让团又获得了胜利。那么恭喜不让团，因为杨迪当了团长之后，目前保持的不胜记录。没关系，我作为团长，只要我的节目没输就行了。对，别人的我们炸成这样。我们接下来讨论一下，我们今天让让团要把唯一的一个我们的快乐大本营20周年的纪念挡镜头了。哎，20周年的纪念胸针我们要颁给谁？我们队伍里面，舒畅姐姐吧。我觉得舒畅真的是可以说在我们快乐大本营20周年里面一起成长，好不好？我们把这个纪念胸针颁给您。谢谢，谢谢何老师，谢谢快乐大本营，很荣幸，了不起，了不起。同时呢，好，同时我们今天的让让团每个人有一个精美的粽子礼盒，不用不用，好重，好重，哇，太漂亮了，真的好重哎。这里面到底是什么这么重？真棒啊！没事，我们有没事？冰镇熊黄酒，好，好重。我的送给刘宪华，嗯，好。哎呀，那么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合个影，好不好？来，端午佳节，我们大家在一起，我们跟所有现场的观众一起来合，好不好？来，用我们的 vivo X Play 6手机，各位都有，3、2、1，耶！谢谢。提醒您下期看点，在家家户户奔小康唱歌跳舞多漂亮的90年代，有个叫爱让不让的小山村。我是这家的大哥，二姐，三弟，我是他们的妈妈，他们三个都是我生的。Oh my god！ 让我们看看我村的时尚之巅到底在哪儿？想时尚吗？想跟我们想追逐潮流吗？不想。不要跟他们这些土包子讲话，一点都没有时尚。哎，你们知道若干年以后你们有个名字吗？叫什么？叫非主流。早晚把我们两家这玻璃窗给它糊上。就是因为我店里生意好，就蹭我的人气。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如此针锋相对？挑选一个优秀的文艺团队去县里头表演。这个文艺汇演妈妈一定要拿下。为了赢得宝贵机会，他们创意百出，他们偷偷请来重磅外援。我不叫他走音轨，结果究竟如何？全员化身拆弹专家，现场惊现神预测选手。国际机选啊，我觉得一定是个单数。这种大吉利数一般出题人不会去碰。60、64、黄源选了，不可能。如果可能的话炸4次。好，会不会中呢？
欢乐狼人再次集结，竟然玩出惊天大反转。我是预言家，我是预言家，我是预言家，现在都是预言满台预言家，这是在开玩笑吗？究竟谁在撒谎？下周六晚快乐大本营，精彩到不能眨眼睛哦。刚刚呢就是我们为大家送上的快乐大本营20周年的特别企划，由快乐大本营和最优 APP 为您带来的不好意思让一让。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vivo 冠名的快乐大本营的全部内容。是节目最后，让我们感谢合作伙伴一抹透亮立线水光自然堂素颜霜，快乐大本营首席台网合作伙伴飞鹤奶粉，合作伙伴养胃早餐张中和无牌米系，以及你好漂亮队节目的大力支持。请大家多多支持我们的思美人。